吓死我了！是你吓死我了！你这干嘛呢？我在做实验啊。你今天怎么跑过来了？我想你了，来看看你也不行啊。我给你看一下验尸报告。嗯。切割手指的凶器基本上可以确定，伤口边缘很平滑，是从两边向中间挤压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是一把锋利的剪刀。但是导致其死亡的伤口是另外一种器具造成的，这种器具是从死者的正面插入，形成了一个近似圆形的伤口，直径达3厘米。这应该是凶手自制的一种器具，为的是不让别人轻易的找到。你说这会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你怎么不问问刘探长？我才不去问他，我觉得应该是水管一类的东西。来，叶梅，你往这儿扎。你看这两个口子，虽然用的是同样的器具，但是得到的结果不一样。你力气小，所以刀口浅。尸检报告上说，那个刀穿透了整个胸腔。所以现在可以肯定的是，杀人的人是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，而这个人很有可能被死者狠狠地咬了一口。我跟他说了，那个得归他。二宝，到。刘探长呢？樊督察，找我啊！赶紧去抓人，就在城隍庙后面的贫民窟。什么案子？抓什么人？顾连恒家的命案有了重要线索。哇，谁这么神通广大呀？这么快就找到凶手了？这你就别管了。哎，来，哎，这是当铺伙计发现的，他知道顾家的命案，正好有人去当这个，他就留了个心眼儿。范督察，这是一枚印戒啊。这个顾家每次鉴定古董以后，他就用这盖章。那怎么顾家大小姐的身上会有这枚印戒呢？你把罪犯抓到了，不就清楚了吗？走，走，快去！哎，二宝，到，3分钟后出发，城隍庙后的贫民窟。是，准备集合！快快快快快，快集合！吃啊吃啊，趁热吃啊！哎呀，干什么呀你这是？说，你到底把那个戒指弄哪去了？哎呀，早说了，我不知道。你说不说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哎呀，小兰，你到底哪来的钱大吃大喝？还有这些东西，说不说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吧，我把那戒指送到当铺去了。你个败家子儿，什么值钱的东西你都存不住，什么值钱的东西你都存不住。人家赏的嘛，吃了喝了正常嘛。哎。二宝，你们在外面守着。谁呀？哎，你不是那个卖艺的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上次救我们的那个探长。进来吧，哥。上次救我们的那个探长来了，哎，刘探长，稀客稀客，来坐坐坐坐，喝杯酒。小兰，交个碗筷。哎，你是石大海吧？是啊，在下石大海。认不认得这枚戒指？认得。上午你有没有拿这枚戒指去典当？是啊。那就行了，跟我回去。啊？你去哪儿啊？法捕房。啊？去法捕房干嘛？这戒指怎么了？石大海，你涉嫌一桩命案，
现在跟我回法捕房交代清楚。走吧。刘探长，我们可没偷没抢，是本分人啊。不用说那么多了，跟我回去吧。走。败家子儿，你败家子儿，净惹胡添乱。哎呀，行，家子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是抢劫杀人的嫌疑犯，只要你不反抗，跟我回法捕房，你就不会有事。别说那么多了，走。我没杀人抢劫啊。但是你的嫌疑最大，一定要跟我回法捕房去录口供。走。不行，你们不能带我哥走。刘探长，我们是打把式卖艺的，就当我们远走高飞了，行吗？当然不行了。带他回去。逃跑！嘿，这哥小心！大家别开枪！不要开枪！小兰，你快走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过去，哥，哥，你没事吧？哥，石大海，小兰，别管我。如果你再反抗，你会更加麻烦的。如果你真的没有犯罪，乖乖的跟我回到法捕房去，我向你保证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来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跟你们走，让开。哥，松开，放开我，我自己会走。哥，放开我！啊哈，法国公园凶杀案这么快就破获了？总督察，这个案子是再明显不过了。昨天呢，我就对刘探长说过了，这个嫌犯很可能就在八仙桥城隍庙后面的棚户区，是不是刘探长？啊，是。范督察英明神武。那枚印戒我找顾家核实过了，就是他们家的。顾家是有身份的家庭，案子破得如此迅速，这显示法捕房上下一致，办案有效率啊。刘探长，你做得好。总督察，我总觉得这起案子还有很多的疑点。这人赃俱获，怎么还有疑点呢？单凭一枚戒指就定案，实在是太不公平了。而且有人能够证明，在案发的时候，他根本就没有出过家门。而且这枚戒指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是谁的，只不过是在街头卖艺的时候，别人打赏给他的。他抢劫的印戒，他当然不能承认了。你不能因为他死不认账，就忽略了其他的疑点吧？没错，是有疑点，但是证据不足啊。如果就这么定他的罪的话，恐怕会造成冤案。刘探长，既然你认为还有疑点，我给你时间。不过，你要尽快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。是，多谢总督察。不能给你时间，你就没完没了啊！说好就十天。十天呢？太少了，起码再多几天啊，至少十三天呢。就十天。不行，十三天，一天都不能少。十三这个数字不好，你们上海人很忌讳十三的。总督察，其实十三对我来说呢，是个 lucky number。我是在十三号出生的，出生的那一天比我的预产期早了十三天，我妈妈又用了十三个钟头把我生下来，我读书的学号也是十三。我在十三岁那一年开始迷上侦探小说，到了法捕房又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升为探长。
所以您说，总督察，13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是不是个 lucky number？ 行，说这么多。好，13天就13天，可是说好了，今天开始算啊。啊，而且在这13天之内，如果你找不到凶犯的话，怎么办？我就引咎辞职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一言为定，总督察，那就13天。干什么呢？督察要审犯人，叫我来提人的。提审单呢？你知道擅闯监狱重地是什么罪名吗？把钥匙还给我。你是女的？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是男的了？你明明是女的，你为什么要扮成男人呢？你可不能怪我的。我就不告诉你，把我哥放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劫狱啊？要罪加一等的，你懂吗？刘探长，我求求你，高抬贵手。我妹妹年幼无知，你就放她一马。你让我认什么罪，我都依你。怎么就这么认罪了啊？你不是说你是无辜的吗？我哥明明没有杀人，你们这是冤枉好人。冤枉不冤枉，自有法庭来定。我也不想定错案，冤枉了好人呢。石大海，你先在这里委屈一下，我一定尽力帮你找出真凶。但是你要跟你的弟弟说好啊，不是，跟你妹妹说好。叫他别再来劫狱，别搞出这么多的事。如果再这样的话，玉皇大帝都帮不了你的。好，谢谢刘探长。小兰，回家吧，听我。啊，走吧。刘探长，真是对不起，今天都是我的错。我留下来跟你一起办案，好不好？法捕房办案呢，几时需要你一个小孩子来插手？荒谬！多一个人总多一份力啊。行，如果你真的想帮你哥哥，你可以去找一个人，我给你一个地址。找他就行了。几点了？7点半。完了，我得赶紧去教堂做祷告，要不然又要挨骂了。你不是上次那个卖艺的吗？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上次帮我变魔术的。对啊。我找罗珊珊，你是罗珊珊吗？哦，我不是，罗珊珊家在那儿，她在家，你敲门就行。哦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叶梅啊，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了？
你就是罗珊珊。喝茶，谢谢啊，坐吧。你来找我不是来切磋武艺的吧？啊，我叫石小兰，是来拜请罗大侦探帮我查一起案子的。那你刚才在试探我？啊，不是，是介绍我来的人让我这么做的。谁？他说先请罗大侦探猜一猜，如果猜不出来的话，就请您看这封信。你是不是住在法租界东南面华界？是，我就住在城隍庙后面的棚户区里。刘探长让你来找我的吧？你哥哥是不是让法捕房给抓了？罗大侦探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哥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不是想赚钱吗？接下这个案子呢，就能赚大钱了。你的大股东。好，你的案子我接了。多谢罗大侦探。你先别谢我。首先，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。请说。你不要叫我罗大侦探了，听着怪别扭的。你叫我罗珊珊，或者叫我……叫他罗掌柜最贴切了。刘探长，哎，咱们两个大姑娘在家里也不锁门呐，小心流氓哎！你自己不敲门就进来，我看你才是流氓呢。喂，我好歹也是这儿的大股东吧，进来还用敲门呢？哎，你们两个女人在这里聊什么？挺有意思的啊，我坐下来旁听一下啊。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，请坐，坐吧。我刚才说到哪儿？哎，刚才说一，现在说二。第二。我能不能救你哥哥还不能确定，但是委托我办案是需要有花费的。哦，那需要多少钱啊？你是刘探长介绍来的，那我就给你打个85折，35块大洋。罗大侦探，我没有那么多钱啊。哎，你叫我珊珊姐就好了。我不是一个贪财的人，如果你差一点的话也无妨。没错，那你差多少啊？差5块钱，这个没问题的。我只有5块钱，差30块，差的也太多了吧？对不起，珊珊姐，我只有这么多钱。鸭子嘿，鸭子嘿，跟我到里边去谈一谈了吧？走了。快点呐！刘凡心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把这种不讨好的活都甩给我？喂，我可是一片好心呐，让你做更多好事啊，行善积德嘛。哎，还有啊，你不要忘记，你现在挥霍的钱都是我给你的。你不帮我行，可你不要害我嘛。外面这个比我还穷啊！哎，我们先不要说钱啊，你觉得这个石小兰她身手怎么样啊？啊？你什么意思？鸭子嘿，鸭子嘿，好了，就这么决定了啊！来，石小兰，你们两个女人呢，要好好沟通。嗯哼，哎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啊，再见。谢谢刘探长，再见。不送，坐吧。我跟刘探长商量过了，既然你付不出钱。那就只能用工作来回报了。行，只要能救我哥出来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那我现在任命你为我的助手。没问题。说是助手，其实你的业务能力等于零。你就先从打理家务开始吧。你放心吧，珊珊姐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。不就是做保姆吗？哎，你先等一下，先别忙着干活，把你哥哥的事情说给我听听。他为什么被法捕房抓？就是因为一枚金戒指。金戒指？光进不出那是笨蛋活，能进能出才是好活。注意看啊，1、2、3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从东北来，借贵方一块宝地，有钱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
那这么说，你哥哥之后就拿着这个戒指去了当铺？嗯，我们跑江湖的，留着戒指也没有用，还不如把它换成钱。就像你一开始判断的，这不是抢劫，而是故意做成了谋财害命的样子。要不然，这个人也不会随随便便的将这么贵重的印戒赏人。你还记得那个赏戒指的人他长什么样吗？我当时看了他两眼，大概还记得一点。人家送了你一枚金戒指，你居然没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啊？我光顾着收钱了，就没仔细看。不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怎么帮你啊？我想想啊，嗯，那个人长得白白净净的，特别端正。特别端正，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男的，肯定是男的。嗯，好像是个读书人。是读书人，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？没有，没说话，给完他就走了。哎，肚子饿了，先喝杯酒再说了，喝酒。这是上路酒？上什么路啊？上送你上路还问你这么多啊？问案子嘛，当然得有酒有菜，不然多没意思啊。来来来，喝酒。嗯，干了，谢谢啊。那个人五官端正，据说很文气。哎，先等一下啊，你首先应该告诉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吧，对不对？那是一个女人。女人？女人？哎，你在这里叽里呱啦的吵死了，能不能安静一点？我都被你气糊涂了。我说那是一个比较文气的男人。其实呢，简单来说啊，这个人应该出身不错的。石大海说他的手细皮嫩肉的。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读书人。我觉得不只是个读书人那么简单。那就是读书人的意思吗？我只是说不止读书人那么简单吗？不止。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描述吗？好好好，听一听啊。像，就是这个人，他就是凶手吗？是还是不是，现在不能确定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他比你哥哥的嫌疑要大。那是不是抓住他，我哥就能没事了呀？很有这个可能。那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小兰，坐下。你现在是我的助手，该做什么得听我的指挥。哦，那我现在该做什么呀？现在准备休息。休息？你看看你的眼圈已经发黑了，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吧？现在啊，赶快去休息，因为明天我要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明天再说。现在赶快去梳洗一下，一会儿呢，我给你拿几件我以前穿的衣服，啊。谢谢珊珊姐。老太太她怎么样了？老太太坐这一天一夜了，饭也不吃。
妈，来，帮我把他扶进去。好，老太太，我们回屋去吧。哎，妈，进老太太。老太太，怎么管不住他？他坐在这儿都一天一夜了。我知道。大少爷跑哪儿去了？哎，这个没用的东西。去，找几个人把他弄走。知道了。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老跟着我干什么？喂，能不能有一天不让我看到你啊？你以为我想跟着你啊？不是你让我查这个案子的吗？说起来，我到顾家来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呢。啊，你来过这里啊？对啊，小的时候我跟爸来的。顾连恒的太太，他娘家是皇族，说起来呢，他还是个格格。宣统被废黜之后，他们举家逃到了上海。因为怀念京城的生活，买了这块地，盖了这座四合院。哦，怪不得在上海没有见过这样的房子，原来还有这么曲折的一段故事啊。刘探长，哎，想不到你也来了。顾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既然顺便吧。这位小姐是？哦，这位罗珊珊呢，是我以前的搭档。也是以前法捕房的探长罗成的女儿，相信你听说过他父亲的大名啊。啊，罗成探长的千金呢？哎呀，想不到这么大了，你可比千玺有福气啊。伯父，请您节哀。啊，今天客人多，我就不陪你们了，你们随意，随意。啊，请便，请便。好像有人来了，快收起来。谁呀？啊，我是。哦，刘探长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少奶奶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跟顾老板呢打过招呼了，到大小姐的房间来看一下，方便吗？啊，方便，您随便看。谢谢。哎，少奶奶。啊。她是谁？哦，她叫吴妈，是烧饭的姨娘，是个哑巴，来帮大小姐收拾房间的。吴妈，没事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哎，刘探长，来，这边坐，请坐。刘探长，这位小姐是……哦，还没有给你介绍啊。这是我的搭档罗珊珊。哦，罗小姐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不是都说法捕房已经抓到凶犯了吗？怎么还……听少奶奶这么说，是不欢迎我们了？怎么会呢？刘探长，您是名人，随时来，我们都欢迎的。啊，那多谢了。老实说啊，我们只是暂时抓到一个有嫌疑的人，但是证据不足啊，所以任何和大小姐接触过的人呢，我们都需要调查。哎，少奶奶，请问一下，大小姐最近都和什么人来往过？哎呀，大小姐她性格孤僻，有时候连吃饭都是她自己一个人。嗯，我很少跟她接触，所以你要问我她的事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听说大小姐最近和顾老板经常吵架，是不是因为感情方面有问题啊？他们父女之间的事情，我就更不清楚了。哎，你刚才说那个吴妈是给大小姐做饭的，她会不会知道一些情况呢？刘探长，吴
吴妈她是个哑巴，就算她听得懂，她也说不出来呀。啊，那你看这样行吗？如果呢，少奶奶有空的话，能不能帮我和吴妈做下翻译啊？好啊。谢了。吴妈，刘探长他们有些事情想要问问你。吴妈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我问你啊，你是给大小姐做饭的，你说说看，她平时最喜欢吃什么？他喜欢喝粥，对了，他喜欢吃甜食。啊，吴妈，我再问你啊，大小姐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啊？大小姐已经有相好的了？哦，那个他们经常写信。嗯。那个人跟吴妈还是同姓的。哦，跟你同姓啊？那叫什么名字啊？做什么工作的？有没有来过这里啊？吴妈她不知道了。哦。哎，吴妈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做饭，被滚油烫到了。啊，对。我看看严不严重啊？哦，这么严重啊！你要擦点玉树唇油或者紫药水什么的，把脓水排除。是啊是啊，吴妈，我去帮你涂点药水，你们请便。怎么样，有没有收获？那封信的碎片我拿到了，可能是姓吴的写的。好，我先回发布房，回头我们再慢慢研究。好。啊，顾少爷，节哀顺变。谢谢你的关心。节哀顺变。顾少爷，我不认识你。哎，没事吧？哎，我没事。哎，别追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他为什么看到你会那么大的反应？啊！哦，越来越肆无忌惮了。人家是在办丧事，你弄的是鸡犬不宁啊！没有啊，我只是讯问和案件有关的人员，公事公办呐。你还说没有啊？哎，这罗珊珊已经不是法布坊的雇员了，是不是你带她去的顾连恒的家？范督察，我觉得你这次真的是错怪我了。我不怪你，怪谁啊？人家都告到法布房了，是不是顾家的少爷打电话跟你说的？你别管谁打来的电话，是不是你带他去的？冤枉啊，冤枉啊！石大海的妹妹石小兰已经委托罗珊珊来调查这个案子了，你能阻止罗珊珊查这个案子吗？那你不能把法布房获得的消息都告诉他？哎呀，你明白，你知道的吗？罗珊珊的父亲那是我的师父嘛。我不管你们之间什么关系，我一旦发现我就拿你试问。你要我13天之内破案，我哪有功夫去管别人是不是参与啊？除非你再宽限我几天啊。那不行，军令状是你自己立的。范督察，你什么都好啊，可以说是完美的，就是缺了一点点点点点点人情味。你说什么呢？越来越不懂规矩了，你想不想干了你？干啊，当然想干了，为什么不干？开个玩笑嘛，你干嘛那么当真啊？我回去干活了啊，过了3天了，什么都没查到呢，我担心呐，走了。
叔王，看来是该教训一下那个小妮子了。珊珊姐、刘探长，你们回来了。看，我把张太太的狗找回来了。你跟他联系了吗？联系了，他说马上来取。好。哦，对了，珊珊姐，刚才日本领事馆派人送来了一封请柬，我给你放在桌子上了。好。日本人。珊珊姐，原来你也讨厌日本人啊？我还以为你在日本留学就不恨日本人了。东三省沦陷，国难当头，但凡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，哪个不咬牙切齿的？珊珊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和我哥哥就是从东北逃难到这儿的。他们在我们老家烧杀掠夺，无恶不作。我叔叔一家六口人，都是死在日本人手下的。石小兰，你不要伤心，这笔国仇家恨，日本人迟早是要还的。嗯。我听说老家正在招募抗日义勇军，前一段时间我还跟哥哥商量，等我们再攒点钱，就回东北老家参加抗日。嗯。哦，珊珊姐，我去给你们做饭了。好。让我去参加酒宴，琢磨。哎，别那么冲动啊！你先搞清楚啊，日本人请你去赴宴，那很有可能啊，是因为你曾经在日本留过学，他们想拉拢你啊。那么你为什么不利用一下这次机会，趁机看看日本鬼子和亲日分子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呢？这份请柬呢，可以派上大用场的。小姐，您好啊！啊，您真是太美了，请问尊姓大名啊？啊，我叫罗珊珊。哦，罗珊珊，哎呦，罗小姐，你就是有名的美女大侦探。请问你是？啊，我先生是红光纱厂的董事长韩美林。啊，韩太太，你好。罗小姐。我早就听说过上海滩有一位奇女子，红过电影明星啊！哦，原来就是你呀！啊，韩太太，您真是太过奖了。幸会幸会，我有个好朋友委托过你们的，说你们很厉害的，两天就结案了。啊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听他提起过您，说您为人直爽，仗义疏财。今天见到您啊，真的是我的荣幸。对了，罗小姐，我们家的小托尼走丢了，我托了好多人，连法捕房都去过了，可他们都找不到。哎呦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们家的小托尼有多可爱。罗小姐，你都不知道啊，这些天我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啊。请慢用。哎呦，罗小姐，我请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小托尼啊，帮帮忙好吗？啊，好，我试一下。哎呀，你多费心了。分成两杯的微凉，荒草声淹没了天与地，旗帜飞扬成风，款款带走月光，默念着岁月变晴朗，背一把离人深深镌刻住过往，放歌声纵横硝烟千里，回忆里你的伤安静烙在胸膛，这次手绝不会放。
声。